别人发个自拍视频都是美美的自拍，热巴的自拍却是标准的精分世界。在这段新鲜出炉的正脸视频中，热巴玩对嘴却又呆萌的反应慢半拍，各种夸张表情真的是人美任性，根本不需要找角度。别人拍视频抖手机，热巴实力抖自己，这节奏感也是让所长都想跟着抖腿，而且有正脸看就该庆幸了。之前热巴自己拍的视频连小姐姐的脸都没露，那我们来感受下热巴这到底是在干啥。短裙长腿的身影难道是在 cos 美少女战士？毕竟此前小姐姐就发出过眉心贴着露娜的照片，还被热心网友改造成大头版水冰月。还好热巴的颜值经得起各种考验，无论怎么折腾都还是美的。这组白衣红裙的写真中，热巴就各种秀完美侧颜，回眸一望自带杀伤力。然而淑女不过三秒，穿着裙子小皮鞋的热巴就华丽丽地爬了个树。没办法，谁让奶们粉了这么个百变小樱呢？在这一波烈火如歌剧透照里，又来到颜值巅峰的小姐姐和周渝民又是咬耳朵又是送亲亲，看照片就酥到不行。不过这发际线勒得夸张就算了，热巴小姐姐的侧脸配上夸张挑眉，为啥感觉比周渝民还硬朗？怕不是演了个少爷？和周渝民张彬彬都再无 CP 了。